警方大声鸣笛，拦截围捕两名窃贼，拜托路过的大货车帮忙挡住去路，准备要前后包夹。帮我挡一下，我们要拦一台车，可以帮我挡一下吗？挡这个路口，挡对一下。大货车立即神助攻，横挡路口，让窃贼的小货车进退不得。嫌犯不死心，企图做困兽之斗，倒车挡一打，油门一踩，试图冲撞警车逃逸。警方立即反应，持枪喝令下车。下车！下！下！下车！警方大声呵斥，强力压制。你装傻？我装傻。躺下！来了！下！事发在宜兰头城，两名窃贼到民宅窃取铁皮等财物，警方获报后展开围捕，加上大货车驾驶神助攻，让嫌犯束手就擒。共犯嫌因进退两难，冲撞警车，警方遂以强制力将其压制。全案依窃盗、毁损、妨碍公务等罪现行犯，已请宜兰地检署侦办。大货车横车挡住嫌犯去路，堪称神队友。警方也没漏气，持枪拦阻压制，警民密切合作，嫌犯只能认栽。记者林医生吴宇轩宜兰采访报道。台湾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，还有富含胶原蛋白，还有黏多糖、低脂肪的高蛋白，肉质鲜嫩， 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。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，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。